现在我来到了奥兰多的 Moonlight Lighting， 也是一个方太的分店。应该2年前我也是在这边装修的。然后先开门进去看一看。他这边之前是 full log， 然后我把它改，然后装修，他这些地板啊都给他以前给他铲掉，换这些好的地板。我们先看这边吧，这木头很精致，他这是桌子，很特别。哇，这个。这弄得很漂亮，这个，哇，这也是一样，这弄得很漂亮，哇，漂亮，看这价钱，1199，它这边有卖这些灯啊，还有户外的灯也有，然后它这边也有卖像这样子2x4的。这样子城市的灯是装在上面的，变色龙，然后他这边卖手电筒，他这是手电筒。酒瓶的套像衣服，唐人装的套在酒瓶的，然后这些啊柜子啊都是我装的，给它组合起来，然后这些抽油烟机，然后我帮他们挂上去，都有不同的，它这是。EMG 9030，要2629。它这一台应该是可以升降的，看一下有没有电，试试看哦，有电。给大家看一下这怎么弄，电灯。哦，你看它这个会升降。开始抽风，我们打开再看看。哦，没有插头，插头看看。看看它吸力。哦，怎么跑了？升降，然后现在升降回去了，关掉电源，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方太微波炉，这个一台要1199，这是烤箱，对，烤箱，2199烤箱。这一台，这就是那个按钮版的，现在他们要卖799，它这一台是9001要卖1599，它这是36寸的。这大一点，36寸，只要你们家里是大一点的话，就可以用36寸。
然后这一台是哪一台？这一台是9009，哦，要1599。这一台是挥手开机的，它这可以这样挥手开机，你看一挥手它就开机。我测试一下它的那个它的吸力好不好？我们先关掉吧，先让它多一点烟，然后测试一下，让它多一点烟。多点，我们开机看看。哇，它的吸力好大，差不多都可以把烟都吸出去了，吸力很强啊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它的烟，你看它的烟都吸出去了，很强。它这一台现在卖1299，它有四个档，这小档、中档，然后大档，还有第四档，是第四档要按着，它这是第四档是最大的，然后可以挥手关机，你看它一挥手它就关机了，很好。它这应该是最新的最新款的，把这关掉。哦，它这边有出风口，像我每次去安装的话都是六寸的都是六寸的出风口。它这些机器啊都是六寸的出风口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台机器是9018要1499。这一台机器是7501，最经常有人买的，家里很多人他们在用这个机器。嗯，我们打开看。你看它的吸力，它吸力是非常强，然后像你们家里有油啊，或者也可以买像这样的东西 ，Gugan， 它是去油的啊，然后去胶的啊，可以去很多东西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木头，这个木头椅子要卖多少？199。这台桌子很漂亮。啊，它有六个椅座。这就是奥兰多。方太奥兰多的分店，然后他这边有卖一些小小礼品，还有这个小金鱼。哦，他这边还有卖这些灯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就是这样的灯。它这边有卖灯条。现在台湾
台湾有441,000人死亡。哇，美国人死亡，哇，这么多人啊。